你要哪一颗魔法棒呢？长的。长的。那这个很长啊。哪一个？这个。对啊。可是它扁扁的、哦。你再去找别的。啊，我找到一个长的了。这个是飞天扫帚。爸爸给我。哇，你在写字啊、哦？哇，哇，还有烟飞起来耶！咻，哇，哇，你看你画一个圈圈耶，咻，哇塞，那个烟都飞起来了，好像神仙一样。那这里还没有，这里，这里，咻，哇，哇，哇，大师的气势，以后要写毛笔哦。哦，要扫干净哦，哦，很棒哦，哇，都扫在一起了。咻！哇塞！阿娘，我怎么一直转圈圈？